干什么呢，宝子？你又不来咱们家了吗？我坐这冷椅。坐什么冷椅？他想喝一个百香果的。行，那你给牛牛做一个吧。行。牛牛很可爱的，快开学了哦。对。你就粉丝梦作业写完了吗？写完了呀。写完了、嗯？是不是有些特色作业你还没有做完呢？对。最近要补一补，好不好？我再拿这个贴纸 DIY 一下啊。来，你是要喝冰镇的呢还是常温的呢？嗯，冰镇。行，我去拿冰块。冰镇的小姐姐我们这里没有哦。特别喜欢逗牛牛玩，牛牛特别可爱，是不是啊？还特别讨人喜欢。冰冻好了吗？冻失败了。另一个，我觉得这个能成功。看看啊，那个冻是，哇，这个都成功了，好像。那个洗手，拿那个夹子，咱有夹子。上次粉丝已经说了，以后用夹子，咱有吗？我洗好手了。哦，挺好的吧？真的。哇，你喜欢喝百香果的？嗯。好的，我也喜欢喝百香果。你让孩子夹一夹，来看我们小猫爪的这个夹子，挺好吧？夹不起来，这样夹啊？对，这样拿夹的时候这样夹。哎呀，真棒！你看，教给你们怎么拿。你看看，这样拿，手是这样，别这样，这样行不行？咦，是不是？嗯。会夹了吗？会夹了。嗯。还小孩子。还是这样，这样手这样的，手这样的，这样这样的，这样拿夹子。那你随便吧，随便怎么舒服怎么来。好 ，OK。牛牛可爱吧？冰块弄好以后，我们拿一包这个百香果茶，给它倒进去。我们就倒入这个水。好嘞，再弄上这个纸，盖上盖子。我们刚才忘贴贴纸了，牛牛你来选一个贴纸，选一个这个吧。行，牛牛选一个这个。小可爱，跟你长得一样可爱。对。好了，我们再插上这个吸管，给它摇一摇先。啊，对，摇一摇。对。你得给它摇均匀。摇。好了。你再给它插上吸管，一杯冷饮就这样子完成啦！来，牛牛喝吧，尝尝怎么样？好喝。是去年那个味道吗？是。是。行，那你们玩吧。行。下拿这个东西收拾掉呀。那我下次再见，拜拜。拜拜。